说过属龙猴还有虎在白天晚上的出生说法，能再说几个属相吗？比如狗啊、鸡啊、牛啊、老鼠啊。我问你狗啊，嗯，它其实狗的话，它是不管哪个时辰出生都很好的。哦。狗开门是24小时，所以属狗的人精神24小时都很好的。哦。嗯。这个蛮好，嗯，嗯，是。啊，你刚刚说怎么还猫啊？属没有，属鸡、属牛、属猴。属鸡嘛就知道了，早上呀，早上嘛精神最好了呀。啊。公鸡打鸣啊。对不对啊，嗯，母鸡下蛋嘛也是在白天呀，晚上下蛋很少啊，哦，嗯，明白，嗯，那像是不是属老鼠的就是晚上比较好，因为晚上就出来活动了。当然 了啊，嗯嗯，那像属牛这种它是白天干活，白天啊，就是，白天呀，啊，晚上睡觉的呀，就是，晚上睡觉啊，哦，明白。所以很多属牛的人干工作，你白天叫他很有精神，一到晚上他就想睡觉了呀。哦，明白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